前行的路，不怕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。人生的帆，不怕狂风巨浪，只怕自己没胆量。有路就大胆去走，有梦就大胆飞翔。大胆才应该是我们的技能，梦想永远只会是梦里空想。要知道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，才是人生奋斗的方向。早安二，决心走一条路的时候，就不要左顾右盼，风景再美也别留恋。你应当清楚自己的目的，你应当清楚你心如钢铁的追求的东西是什么，在哪里，是不是给自己提个醒。三，没有人送早餐，就自己给自己做。没有人说晚安，就自己跟自己说。没有人嘘寒问暖，就自己关注情侣气温。没有人约，就自己计划充实的一天。老盯着端在手中的水反而会洒，老想着摆脱单身反而欲速则不达。怎么都不会错的事情，就是努力让自己更精彩。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早安。四，女人可以专一，可以深情，可以执着，但要珍惜你的付出。不是付出越多越好，要有自己的原则底线。你要活出你自己的精彩，不要把男人当成你的天。付出多了失去自立，反而让男人轻视你。自尊自爱，自立自强，自我完善，有张有弛，才能让自己的天空不下雨。就是下雨了，也还有一把你的小伞握在你手里。早安。五，决定今天的不是今天，而是昨天对人生的态度。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，而是今天对事业的作为。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，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。六，也许现在的你很累，但未来的路还很长。不要忘了当初为何而出发，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。勿忘初心，丢失的自己只能一点一点捡回来。现在的我不配喊累，因为我一无所有。把委屈和泪水都咽下去，输不起就不要输，死不了就站起来，告诉所有看不起你的人，我很好。七，仰望天空时，什么都比你高，你会自卑；俯视大地时，什么都比你低，你会自负。只有放宽视野，把天空和大地尽收眼底，才能在苍穹万土之间找到你真正的位置。无需自卑，不要自负，坚持自信。早安。八，趁年轻，余额不足可以整，电量不足可以充，时间走了就不再回来。趁年轻就应该拼一把，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。不攀比，不抱怨，不计较，多付出，因为有一种努力叫靠自己。九，这个世界并不是掌握在那些嘲笑者的手中，而恰恰掌握在能够经受得住嘲笑与批评并不断往前走的人手中。十，人生的每一笔经历都在书写你的简历，原本你以为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回头看的时候都有着无法细数的刻度。自己拼出来的东西和别人送到嘴边的东西，意义和珍惜的程度都大为不同。猜你喜欢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